动三距离稍大，前进20公分。加油，明白。通过加装在飞机上的一个机载设备，将机载飞餐的这个信息呢实时回传至地面，然后通过地面键接收解析，这样的话就可以及时的发现这个整个设备故障和一些安全的这个隐患，可以实时在线的进行处置。你找一下吧，六岁了，这个有够吗？把脸露露过来一下，一会儿冒。对不对？